92岁高龄，手还能举高，多做多欢喜。过年都能包，哦，你包贵呀？没啥子事。慈济三峡园区有90棵柚子树，套袋任务100多位志工来参加。可以体味一下那个农夫耕作辛勤的耕作的情绪。我们家老瓜心态好，他们说要蔬果，然后这样才会影响到他的那个长大。我就第一次那个，就是第一次接触到，蛮有趣的。所以说，什么事都要学。除草、扫树叶、美化环境之外，还有其他良能。我们都使用有机肥，包括我们园区的绿肥，我们平时割草留下来的绿肥，再去平时的施肥。我们不使用那个化学药剂来除草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跟环境是共生息的。友善农耕，保护土地，园区里的各种蔬果都与志工们结好缘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竹华、萧静文、张南村台北报道。